爹，你醒醒啊！烧什么？爹，家里起火，差点就被烧死了。酒，不能再喝了。酒，整天醉醺醺的，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连家里起火都不理。我们已经家徒四壁，你还要怎么样？难道连挡风雨的屋顶都烧光了，你才满意吗？给我酒，给我酒，酒，给我酒！不给！给我酒！是不是要我打死你？你打，你打死我好了，就当没事我这个儿子。米缸里从来没放过粮米，三餐不济，只有几个文钱，你就拿去赌坊进贡，不说个精光不痛快。爹，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未来啊？想过这个家？第一，你不要说当小姑，就算惨到去当乞丐，我也没话讲。可是你看你，我看，就算没有我这个儿子，你也不会稀罕吧？好，我走。睡地上，你会着凉的。我们可没银两看大夫。沉香，苦命的孩子，你的命好。你要坚强地活下去，是娘让你受委屈了。踏雪，哎，荷花姐姐，你又来看我啦！我不是来看你的，我是来看灯的。哦，这玉梳好美啊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玉梳，这是宝莲灯遗留下来唯一的东西呢。那为什么会放在这儿呢？我是故意把它放在这儿的。有什么玄机吗？这宝莲灯是缥缈峰凌霄洞的仙宝，虽然下落不明，可是这玉梳与宝莲灯可以说血脉相连。只要宝莲灯有异动，这玉梳一定会有所感应。那这不就变成探测宝莲灯的玉梳？嗯，我也不敢肯定，可是只要有玉梳在，慢慢的找，应该就能找到宝莲灯了。会吗？宝莲灯已经淹没那么久了，你这么做就算是大海里捞针，说不定早就给毁了。不会的，宝莲灯是仙家之物，就算屡遭劫难也会逢凶化吉。你看，好好一盏仙灯只剩下这个，多可惜啊。唉，希望有一天它能够合浦珠环，这样也能让王母娘娘开心。踏雪，你最爱多管闲事了。啊，猜见王母娘娘。你们两个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踏雪，你真是多管闲事，不过那也算是一件好事。荷花仙子，随我回琼花宫。玉梳在动，说不定宝莲灯尚在人间。圣母，三圣母，三圣母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就好。宝莲灯究竟在什么地方？我亲眼看到灯座在摇动，宝莲灯一定还在凡间。宝莲灯一直由你掌管，我相信你有法力运用宝莲灯。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宝莲灯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不知道。看你心情委顿不堪，气若游丝，要不是刚刚施过法力，不会这样的。是你驱动了宝莲灯。
你身陷囹圄还要宝莲灯干什么？哎，你不出声就表示你不打自招咯。仙凡有别，眷恋尘世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何不将宝莲灯早日归还天庭，将功补过，可以重获自由啊。你根本不懂，你走吧。你还是执迷不悟，那我帮不了你了，我要把这一切都禀明王母娘娘。你竟然贪恋凡尘，回来告诉我你要放弃做神仙。三界六道想做神仙的人不计其数，可是三妹愿意放弃仙界，宁愿下凡去寻找我众生的人间真情，跟我一个相信的人长相厮守，永不分离。这个男人才是罪魁祸首，是他毁了你的前途，是他毁了天庭的清誉。让我抓到这个男人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二哥，我回来是要好好跟你讲道理的，你怎么蛮不讲理呢？我绝不允许你伤害他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神级。既然如此，你我兄妹之情就如此断袍。真有此事？嗯，千真万确，三圣母很可能真的运用过宝莲灯，虽然她不承认。宝莲灯尚在凡间，那真是太好。可是三圣母还是不肯说出宝莲灯的下落。三圣母刚烈固执，宁死不屈，别指望她会说出宝莲灯所在。禀告王母娘娘，三圣母虽然不说，可是小仙愿意去追查宝莲灯的下落。可是宝莲灯是失落在凡间，那小仙愿意下凡去、啊、小仙知错，天规严明，仙界人间是不能随便逾越的。宝莲灯尚存凡间是你发现的，我现在就让你化成凡人肉体去追查宝莲灯的下落。谢王母娘娘。凡间人心险诈，荆棘满途，此事并不好办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才是。小仙遵法旨，只要能找回宝莲灯，上刀山下油锅，水里去火里去，小仙都愿意为王母娘娘去闯。既然如此，你若能办好此事，马上位列仙班。谢王母娘娘，踏雪一定全力以赴，不负娘娘所托。还好你在这里，要不然早烧掉了。你跟爹一样，福大命大。沉香，哎，佩佩阿姨，你爹人呢？哦，爹一早出去了。哦、啊，你先进来坐啊，我倒茶给你喝。哎，沉香，不用了。嗯，来，你坐下。哦，这回啊，你别拒绝我了，把银两收下、啊。我不能再收你的钱了，佩佩阿姨，长平难过啊。再说我们欠你的太多了，今生今世都还不了了。傻孩子，谁要你们还呢？飘飘阿姨，我知道你对我们父子很好，可是我们非亲非故的，再加上爹不但没有对你感恩图报，而且还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，你就别再这样死心塌地的，不值得呀。沉香，别胡说。飘飘阿姨，你漂亮能干，难不着对我爹好？他一无是处，自甘堕落，是一个糟透的人。别说了，他是你爹啊。哼，除了赌钱喝酒他什么都不会，血浓于水，他千不该万不该，总是我爹。
这个我知道。可是你对他已经仁至义尽，还是算了吧，飘飘阿姨。你不要再理他了，赶快为自己打算吧。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我是他儿子，这重担就由我来背。可是你还小，穷家的孩子早当家，而且我已经找到门路，可以赚大钱呢。胡说八道，小孩子赚什么大钱呢？那是真的，我拜了除妖大师田磊为师，学习斩妖除魔，不用多久啊，我就可以负担家里的生活费用了。除妖大师？嗯，我没听过，你可别被人家给骗了。是我亲眼看见的，他的道行高强，有真材实料，妖魔鬼怪看到他没有不闻风而逃的，是个威风八面的人哦。真的？嗯，镇上的人呐，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。那你带我去见他。啊？好。追魂笛，千里剑，驱魔刀，降妖粉。哎，杀鸡何必要用牛刀嘛？不过是到镇上去抓几只小妖，我空手去就行了。那爹就不用穿道袍去了。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穿得隆重一点，人家付钱也比较开心。付得开心，我们赚得也很高兴哦。田老师，哎，你的徒弟啊，不，你的实验品又登门造访了。去开门。口不对心。田姑娘。哦，陈香。干嘛？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田大师的女儿，她叫田蕊。啊，田姑娘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田师傅，飘飘阿姨，这就是我师傅。田师傅，田师傅，这是我阿姨，飘飘阿姨。田师傅，你好。我爹有说要收你当徒弟吗？沉香，你真的骗我？没有，他没有骗你，沉香真的是我的好徒弟。你胡说什么？师傅，哦，不看僧面，看佛面哦。既然沉香拜名师学艺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沉香他很有慧根，是个可造之才，我保证不出3年必成大器。师傅，真的吗？像珍珠一样的珍。哎，飘飘姑娘，如果你对道术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露两手给你瞧瞧。来来来来，哎。爹，你忘了要去收妖了。我当然没忘记了。师傅，干嘛？你要去收妖啊？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你刚刚入门，学艺未精，越帮越忙，反成累赘。是啊，你刚学艺，不能操之过急。飘飘姑娘真是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沉香，你就留下来，先跟蕊儿学点基本功夫，等我回来啊。先叫我师姐。叫你师姐？嗯。姐，哎，好乖哦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哦，飘飘姑娘，你要走了？哎，我刚好也要出门呢。顺路吗？当然顺路了，一定会顺路的。哇！笑什么啊？待会儿跟我去树林。树林？啊。来这里干嘛？哎呀，学捉妖要循规蹈矩嘛，欲速则不达。在这黑暗之中啊，是学道最好的地方。你别骗我。这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那些妖魔鬼怪最喜欢躲在黑暗之中，说不定他们会来这里啊。哎呀，不过呢，如果你怕的话呢，也没关系，你就不用当我爹的徒弟了。谁说我怕的？走啊。蝙蝠，不要大惊小怪的嘛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教我抓鬼捉妖的功法？我不是教你三招了吗？就是那个金木水火土，妖魔速速逃，就是三招啊。你记住啦？我记住了。记住就好啦，继续走吧。走啦。啊！
事吧？哦。再教你个口诀，叫做“黑泥白石光水洼”。就是倒数啊。是走夜路用的。黑色的就是泥土，白色的就是石头，闪着光的呢就是水洼啦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究竟还要走多久啊？啊！Karen，Karen，陈翔，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回家去吧，再见。白须翁，莫欺少年不重用，区区一个树林，怎么可能难得到我嘛？哦，那就今天晚上再来一次。啊好啊，谁怕谁啊？乌龟怕铁锤啊？哎，好香哦！哎，好香、啊！这不是给你喝的啦？有不同享了。哎呦！是用来喂小妖的。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这是爹捉来的小妖啊。这地方好奇怪哦，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个是爹啊专研道术的地方。哇，真是五花八门，事事俱备。捉妖大师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你不要乱动啊！你不要乱动啊！你可以看，但你不要摸嘛。这个是干嘛的？这是爹的降妖伏魔追魂伞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不是我抽屏很厉害的。你看这里啊，按下会有白光，那个妖魔就会现形喽。按两下呢，就会有红光，那个妖魔就会俯首称臣。按三下，不是我在讲，绿光的时候啊，那个妖魔就会灰飞烟灭。哇，有这么厉害啊？当然喽。那打开呢？赶快收起来！赶快收起来啊！哇！凶险，此行吉凶难卜，我真替你担心。凭我的法力，短行之辈可伤不了我，何况是凡间的人呢？你学艺未精，道行尚浅，万事可要小心哦。我知道了，多谢荷花姐姐，要保重。我一寻到宝莲灯啊，马上就回来。速去速回啊。是个女妖啊！收了她。什么女妖？我不是女妖，还想狡辩，现出原形。我真的不是女妖。收她。我不是妖，我是仙女啊。仙女？哼，你是仙女啊，我就是玉皇大帝喽。不相信就算了，反正真是不可理喻。千年树妖，什么妖怪？大王，就是他跟那个臭道士跟我们过不去。大胆灭我小妖，我要你们血债血偿。
我神掌厉害。哼！哇，哎，用这个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你知道什么啊？人到妖道，道有道嘛。别管这个，他是恶妖哎，灭了他，灭了他。别再讲了。小丫头敢骗我，要跟我斗，就拿出真功夫来。蕊儿，蕊儿，你爹今天的成绩不错，捉到了三只小妖，还买了你最喜欢的烧鸡，快来吃。哎，蕊儿，这个死丫头，说了多少遍，实验不是乱搞，老是不听话，万一弄出什么乱子来怎么办呢？哎，蕊儿，哎，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啊！糟糕，小妖逃出来了！哎，嘿，哎，千年树妖还真的很厉害。嗯，哎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千年树妖？你跟他认识啊？我不认识他，可是我知道。就算你不认识，刚才我们两个都看到你会飞。如果你不是妖怪，怎么会妖法啊？我不是妖怪，我是天上来的仙女，我叫踏雪，我真的不是妖怪。你是仙女啊？什么妖怪我天瑞没见过，就是没看过仙女，你不要骗我们啊。我怎么会骗你呢？神仙是不能骗人的。哎，有了，你是妖怪还是神仙，我一试就知道了。哎，怎么试啊？这个啊，就是试妖粉，待会儿我就撒在他身上，可以毁他的容，现出他的真身。哎，看看他是蜘蛛精还是狐狸精呢。哎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啦。哎，你不要碍事啦。你很过分哎，为什么你都帮着他？哎，我是帮你不帮任何人哎，刚才如果不是他，我们早就被妖怪吃掉了，我们怎么可以以德报怨呢？哎呀，好好好，算了，就算他真的是妖，我也相信他是一只心地善良的妖，你怎么可以是非不分呢？哎，算了算了啦，我看我们啊先离开这鬼地方再说吧。山树妖百年来还从未品尝过仙人的肉。你是仙女？听说吃了仙人的精元可以增加百年的功力。好啊，真是天赐机缘。老妖怪，你不要吃他们，要吃先吃我。你们别急，等明天我醒来再慢慢的品尝你们，还有这块鲜肉。老妖怪，你
你最好慎香一点，赶快把我们放走。哼，你知不知道我爹是天下第一捉妖神君田磊？你如果等到他明天来了，一定会把你打得灰飞烟灭，永不超生。等你爹来了，我一起吃。沉香，不要担心，我们有护身符，他要吃我们才没那么容易呢。师父，你快点来吧。这个丫头，我一直警告你，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不要到处乱闯。哼，现在闯出祸来了吧？看你怎么办。飘飘姑娘，是你啊，这么早。田大师，我是来找沉香的，他昨天一整夜都没回家，我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，他从来不会这样丢下他爹不管的。什么？连沉香他也没回家呀？那一定是跟蕊儿一起闯祸了。闯祸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沉香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？这怎么说呢？坦白说。哦，蕊儿他整夜都没回来，我的一些捉妖工具也都不见了，他们两个在一起可能怎么了？可能遇到了妖怪，而且这个妖怪的威力不简单呢。那怎么办？他们会怎么样？沉香不能出事，田大师，你要救沉香啊！我当然会去救他们了，我知道他们被什么妖怪抓走了，你放心啊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干嘛跟我一起去啊？没看到沉香平安，我没有办法安心。但是很危险的。为了沉香，我什么危险都不怕。啊，更何况有你这位捉妖大师在我的身边，有什么妖魔鬼怪在你眼中也都是手到擒来，我有什么好怕的呢？那不是我自夸呀，我的捉妖之术可是天下间无人能及。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，快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。那是什么？你看看，这是我用7期49天的时间做的护身网袍，任何妖魔鬼怪都伤不了你。快穿上，快走吧。啊。臭小子，敢坏我的好事，我先吃了你！我就不信，我还对付不了你们三个毛头小子。我看你这一次还有没有什么护身符，要没有，那你可就倒霉了。我爹是天下第一的捉妖神君，我有神功护体啊，你吃了我会肚子痛，肠穿肚烂而死。
们一起走。你们走吧，否则一个都跑不了。妖怪，敢伤我女儿，快来受死！爹，师父，我跑！你就是那个捉妖神君。大师的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没齿难忘。哎，飘飘姑娘，你太见外了。蕊儿她是我女儿，沉香又是我徒弟，营救他们是我的责任嘛。而且收拾妖魔鬼怪对我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你不必言谢，也不必客气。大师的捉妖功夫真是让飘飘大开眼界。哎呀，那些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，我的独门功夫还没有使出来呢。飘飘姑娘，你想要捉什么妖，我都可以教你啊。我哪有这种胆量？今天见了一次，就已经毕生难忘。啊，毕生难忘。哎呀，爹，你不要自以为是了。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驱邪治鬼的，人家的毕生难忘是想起来都跑。对啊，师父，这位阿姨啊，最讨厌人家打打杀杀的。哦。不过呢，如果师父肯把独门功夫传授给我，这位阿姨啊，也会很高兴的哦。啊，飘飘姑娘，你如果不喜欢没关系啊，只要你不讨厌我这个捉妖的，那就好了。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？当然可以了，田师傅。啊，哎，既然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那你就不要叫我田师傅，那太见外了嘛，叫我一声田大哥就行了。田大哥。田大哥。哎，飘飘阿姨啊，你不要直接田师傅，刚才踏雪姑娘也帮我们很多忙哎。这位姑娘，你是何方人士？怎么会这么倒霉碰上我家姑娘跟这个笨徒弟啊？哎呀，踏雪姑娘她是来自于……她是来自……你们怎么了？我看你们要喝点水，喝点水就没事了。啊，对，喝点水是好办法。我带你去河边喝水，回来再说。他们在搞什么鬼啊？你们两个不用喝水，就算把整条河水都喝完也停不了的。你们两个不要这么奇怪的看着我，我也是有苦衷的。我想请你们帮忙，不要把我是仙女的身份泄露出去。刚才发生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如果我把身份泄露出去，真的会招来一大堆的麻烦。要不是逼不得已，我刚才也不会向你们泄露我的身份。求求你们答应了。谢谢谢谢，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你们答应了啊。
哎，说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天山镇呢？哎，爹，踏雪很可怜的，你看他大老远的来找亲人，在树林里迷了路，还遇到山妖，差点就没命了。天山镇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从来没听过？啊，天大地大，什么人什么地方都有，你们就算没有听过也很正常哦。反正啊，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对了。对啊，他那么可怜，在乡下没有亲人，在这里又找不到远亲，那么无依无靠，爹，不如我们就收留他吧。对呀，如果您能收留我，踏雪感激不尽。当然没问题了，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是我的责任嘛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踏雪。哦，踏雪，你就放心的住在我家好了。天大师，谢谢您了。不用谢了。哦，对了，沈香，你出来一天一夜了，我怕你爹担心，我们快回去吧。佩佩阿姨，我爹是不是还在醉啊？反正这个儿子失踪了，他也不知道。他有没有担心我？我是无所谓了，不过我真的很担心他。哎，我已经叫家丁仆人去照顾他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谢谢飘飘阿姨。师傅，我跟飘飘阿姨先走，我去看我爹。不行不行，树林里头到处都是妖魔鬼怪，非常的危险，你不能去。哎，飘飘姑娘，我送你吧。啊？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师傅，你们呢？那我们呢？天瑞，你的踏雪回家没问题吧？他是神仙，无所不能，会有什么问题啊？对啊，别傻了，妖怪要来了，赶快走了。好舒服啊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天瑞，天瑞，不得了，不得了了！什么事啊？有妖怪吗？有妖怪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也可能是啊。刚才啊，我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眼睛张开，已经过了一个时辰。切，你在睡觉吗？当然眼前一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睡觉。什么是睡觉啊？哎呀，一个人累了，当然要睡觉啊，睡个香甜的觉，做一个好梦，醒来就精神百倍，就算有妖怪也都会被打败。可是神仙不睡不休，也是不会累的。啊，哎，你下凡了吗？跟我们住在一起也要休息一下啊。真的啊？看你的样子，八成是道行不够，所以下了凡间沾点人气，要许我们一起生活。哦。哎呀，这什么声音？我的肚子，哎，这个叫腹如雷鸣，人是会累的，会饿的。你看你已经累过了，所以现在肚子饿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哎，把这面吃了，你的肚子就不会饿了。来，快吃吧，好香啊。嗯，怎么样？刚刚睡一觉，再来一顿好吃的，是不是觉得当凡人也不错啊？你的面味道好奇怪哦。奇怪，不会的，我刚吃完啊，味道不错呢。真的好臭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是你，太雪，你好臭啊！哎呀，真的好臭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啊是猪人的一个特性，就是要洗澡，不然全身会发臭，那个臭气啊会传千里。而且臭虫会爬到你的身上，让你全身黑麻麻的，让所有人看见你转头就跑。踏雪，哎呦！干嘛啊你？我在叫踏雪洗澡。踏
是个神仙，他会通天晓，我本来以为他很厉害的，谁知道他不懂怎么做一个凡人。我要教他吃饭、睡觉、洗澡，我觉得我好像他妈哦。活该，谁叫你抢着把他留在家里。不过我看你也真的很像他妈啊。陈翔，我要让你好看。天蕊，你该早点出来啊，可以帮我一起打他。不知道为什么刚才被他瞪一眼，我觉得浑身不自在，非常的不舒服，好像不敢见人似的。这是当然的嘛，你被他看见，你光着身子。圣贤有云啊，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哦。羞耻之心，是会肚子饿会睡觉的吗？这怎么说呢，这就叫做男女有别吧。反正你以后就会懂的，还有很多事情你要学呢。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凡人总想做神仙，因为做凡人真的很烦人。你们看啊，这一次我已经把测妖气跟补妖气合而为一了，这样一来补妖气就可以准确地攻击妖怪了，不会像上一次那样被封山树妖躲过我的法宝，我自己受伤不要紧呢，还差点伤了飘飘姑娘呢。哎，对了，不知道飘飘姑娘现在怎么样了，你有没有去探望过她？我刚才出门前还见过她，我见过飘飘阿姨啊。那她还好吗？她没有怎么样啊。哎，师父，你怎么这么关心她啊？大家是朋友嘛，互相关心是应该的。你关心你的朋友，也不关心你的女儿哦。你在乱讲什么？哎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奇怪了，补妖气怎么攻击起人来了？师傅，是不是南北两极装错了？难怪他胡乱攻击啊！对啊，没有啊！爹，我们不会看错了啦，我们两个人四个眼睛怎么会看错呢？一定装错了啦！对啊，爹，我看今天呐，我们累了，不要再研究了。不要研究了。不行，如果我今天没有把这个补妖器改良成功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休息的。奇怪，外面有妖怪吗？但是我感觉不到妖气啊！妖怪？哪里有妖怪？哪里有妖怪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爹，要不然我们不妨碍你研究了。沉香，我们去找探雪聊天。师傅，你慢慢研究，早点休息啊。爹，再见。探雪，探雪，你没事吧？糟糕了，那个补妖器对我有感应，它好像会影响我的仙气。我看这里并非久留之地。那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要走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初到凡间学做凡人，总要有个栖身之地吧。可是你爹那个东西一开就会影响我的仙气。这也不奇怪啊，爹的补妖气三界之内除了人以外对什么都有感应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要爹不研究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咯，我想离开。那我看搬到我家去好了。这样也好，可是怎么跟你爹说呢？对呀，怎么跟我爹说你要离开啊？不如说踏雪找到远亲了。不行，才刚说他是孤魂要投靠我们，怎么又找到亲戚呢？而且飘飘阿姨发现了还不是会告诉我爹？有了，是我爹病了，请他去帮忙照顾。这理由勉强说得通。你们三个在讨论什么东西啊？师傅，你说去说。师傅，是这样子的，踏雪想搬去我家住，因为搬到你家啊，我们住在山上，进出都不方便。如果说他搬到你家去住，进城出城那就方便多了，应该，应该可以把补妖器改良成轻便型。师父的理由就是理由。舍不得，
当爱已成为传说，我却醒不来梦太多。我们曾经为什么爱过，看寂寞的岁月片片坠落，为何从不假思索，让每句落到泪流成河。爱你是烧焦我心的火，全心全意今生又错过，只求你记得曾有过我。面对这破碎的世界，我无话可说。爱你是烧焦我心的火，全心全意今生又错过，只求你记得曾有过我。面对这破碎的世界，